其实在三四年前的时候，然后有谈到一场恋爱，然后最后其实就因为一些个性上的不合，或者是说大家事业上有一些不一样，那就开始互相分开了。那当然之后他就是说他有什么规划我不知道，是，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很多朋友他们遇到感情上面的事情啊，或者是很多朋友可能遇到某些问题，其实如果在爱情上面，其实最难做到的事情，最简单说出来的话就是祝你幸福，但是最难做到的话也是祝你幸福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大气就是写了这首歌，我虽然爱不到你，但是我爱你北丢就你挺好。然后这也是想要献给就是我们华人市场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写台语歌的人的比较少一点点，所以我也希望多写一些台语歌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台语的魅力。好，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呢？好，超小声的，都得到大奖还这么小声，再来一次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一起来欢迎黄少谷，谢谢。谢谢。Yeah.
이면은야겠